这是周六周日作业啊，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生物、地理、历史。这个周末作业还怪多的，是不是？你不都有十天，八科作业都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科都有啊。背吧。我们要着眼长远，顾全大局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们都愿着眼长远，顾全大局。将国家利益是就放在将以国家利益为重，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。二，为了国家利益，有时不仅需要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。而且还要献出自己的生命。三，我们要始终把国家利益。四，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、个人利益，有时难免发生冲突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们都应着眼长远，顾全大局。等等啊。